奇迹编队的雷虎小组冲过富前上空，但地面表演还没结束。似乎是司仪来不及 Q， 但精彩国庆预演不受影响。五架我国自制的永鹰高教机低空冲场，另一头契努克与黑鹰直升机编队吊挂巨幅国旗，在领唱国歌阶段通过富前上空。113年国庆亮点，邀来曾参与古宁头战役的三位英雄领唱，和高雄的尼布恩合唱团与在地三所中小学合唱团合作，将一起唱国歌。而每年都登场的宪兵快反连，今年也不能错过。双臂交错，双臂代表着 victory 与胜利，呼应公园主席，台湾要光辉再现。49辆重机维持5公里时速，完成顺利应援、双臂交错等高难度动作。备受瞩目的还有三军乐仪队。国庆预演6号下午登场，除了国军演出，也有戏精焦点。职棒暌违多年，再有6队规模，6队女孩搭配晋级啦啦队，在府前热舞，展现青春，增添活力风采。三立新闻，江文祥台 SM 小组台北报道。